战胜自己的那种欲望习气，战胜自己的贪嗔痴慢疑的时候，一个人征服自己欲望的时候，而且能够请自己要做人，我觉得你真的不知道。第一，你首先就会开心，而且呢，你会无所畏惧。你连自己的欲望都能战胜的时候，你怎么可能怕外边的东西？你会慢慢会觉得是你就在放纵自己的东西，纵容自己。有时候有一些小小的那种，一旦认知了，不管你怎么做，你都挺起来。但是也是还有一个宇宙场，大环境也很影响很大。未来这个宇宙场在进化，大环境越来越适合你修行，越来越好。很快大家就会体验到幸福感，修行的幸福，就是你会突然发现，哎，修行怎么这么开心呢？哎，幸亏我修行了，但是大环境净化完了，变了，会对你有影响。所以我们活在地球上，有些东西真不知道。如果地球的净化，外围的这个场净化完了，我们自然会很，你那个凡是心地正直的人，就是渴望正能量、渴望解脱的人，马上就感觉到不一样。你心里边一下就觉得那个阴影消失了，头里边的那种负面的东西开始失去，一下子就清净了，知道吗？就这样，这就是修行。别搞那么复杂，知道吧？因为我们本来是佛，这倒是我们成不了，就因为太复杂了。本来吃就能成佛的，是因为太复杂了，我们就把我们的修炼目标提得越来越复杂，觉得这个法门不靠谱，太吓人。就是因为不安嘛。哎，对。对，所以才。没关系，听多了就安了。他们都不惊不怖，那可能是人家我说通过吃面包能成佛，大家都不惊不怖的。那是人家修得好，是吧？对，你听得少吗？刚来吗？对，没有看过吃的法门。他们曾经不安过，有时候安，有时候不安，经常的。现在看到你有点不安。看到你有点不安。是吗？看到你有点不安，觉得你坐八个小时，这是不是？对，就是因为我不安，所以我才坐八个小时。坐八个小时，对。他们一看你坐八个小时，本来安的又不安。对，就是因为我害怕，所以才。OK。越努力的人，他其实越害怕。没关系，你就那样努力吧。你的努力会让他们害怕。你那样修是对的，继续吧。就害怕，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他们都不怕。就是我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都不怕。对呀、啊，我就特别害怕。哦，这个不着急，慢慢搞清楚啊。他们为什么内心那么大的力量？是啊，对，为什么就我害怕？不，你看到你哭了，我刚才也会看到你掉下来。因为你刚来，刚回来，就是。你是怕啥？怕自己不是佛？不是，怕自己做了众生。就是觉得没有力量才怕。这儿吃了面包就有力量，这是什么？还挺好吃的。这个啥？这个啥？蜂蜜他们都是通过吃增强了信心，你信不信？我吃蒜了，你看我都吃蒜了，我成不吃面包起信心起不来的。其实我特不想当众的，但是我老是找不到跟你单独聊天的机会。是啥？看你真话说的好笑。对呀，肉吗？其实我不太想让别人听。没关系，你要克服这个，因为法呢没有什么就是秘密可言的，怕的。你可以，我们可以完了单独聊明天，但是呢，其实你没有太多的秘密一定要单独的。我觉得你要克服这个，就是恐惧跟这些的，因为他们，你把这个也带走，这是我自己的事。No， 不是的，你的成就全靠他们，告诉你所有的人都有关系，知道吧？没有众生，你成不了佛的。不是，我是说让人家笑话。对。你就算叫他笑话，又怕啥呢？怕啥笑话？都是没有怕，就觉得。
他说多不好意思。没必要。哦，没关系了，你们大家都在这儿哭过。你这完全是一个就是在学校上学的这种状态，还是学佛法就像在学校上考大学似的。那没办法呀。嗯，毕竟没有跟我慢慢的要进入社会了啊，这就这现在就开始入社会了，有开悟的可能，知道吧？每一个当下，吃面包的时候，喝水的时候，跟他们聊天的时候，那是小开悟，那就叫精进，对吧？那就叫精进。你如果头脑的永远有一个模式的，那真不是大彻大悟。你到空性到最后，我觉得空性是一切吗？那怎么在水杯里可以戒心啊？那六祖说轮刀上阵也可以戒心啊，你总不能只在坐垫上戒心吧？那你这是你说是轮刀上阵戒心，不叫大彻大悟，叫小开悟？可以大彻大悟没关系，但是最后大彻大悟都是在山洞里做完要回到红尘的，大彻大悟不是在山洞里大彻大悟。但是我现在连山洞的过程还没有。你怎么知道没有啊？生生世世我们修炼了那么久，是不是？你知道有些人为什么安心吗？生生世世修来的。并不是说他好或者你好或者谁差谁不差，不要这样比较，这都是你知道，你这个界定就像不是好人就像坏人那种角度吧，就像电影里边好人坏蛋就是小时候的那种，还是以这个好坏好和差，只是你在某一个地方是不大家都是，其实大家的执着分别都有，但是呢在可能他就对这一堆面包一点感觉没有，但他就执着香蕉，但是你就执着这个，就只是在哪一块更执着而已，每个人都是，你在面包上破，他在香蕉上破就 OK 了，是不是？面包他不用破了，因为他在这毕业了，因为他从来不把面包当回事。对，我觉得不好意思一点是我一个人的问题拖了这么多人这么浪费时间。你太看重大家了，也太看重你自己了。我们也受益的知道吧？不是，你这种说法不是这样，虽然好像很谦虚，可能想回去睡觉了，但是还得听我说。你怎么知道他们是听你说呢？你误解了，他们不是，知道吧？人家在这修行呢，你知道吗？每一个人坐在这儿都在修行，在修自己，从来没有人关注过别人。你在问问题，大家在想他自己的问题，这件事我是怎么做的？你是不是那会儿在学校特别优秀啊？还凑合。这都是好学生的角度。优秀学生，好觉得我是受关注的，我不好意思被你们关注。你们不要浪费你们的时间，你们睡觉去吧，让我一个人在这儿受关注吧，让我一个人待着跟师傅聊天吧。不是这样的，这些真的是如旧陶然啊，就是觉得我的头发都点着了，你还让他都哭了，我真的是，他就觉得这件事情不解决，他是不能安心的工作，不能安心的结婚，不能安心的生孩子，不能做任何事情。对，他等不及了。是这样。对，那等不及了，对，要解脱大彻大悟，我等不及成佛了，就是这样的，是吧？没问题。也没问题，这样子。没问题啊，他就是他，他以他的角度成道啊。但是不见得他是好的或者坏的。我不认他的好坏，我就觉得就是说。你觉得不对吗？我觉得这个没什么不对，他存在都是合理的。存在都是合理的。只是我觉得就是他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个例啊，这么年轻的，谈恋爱去吧。努力工作去吧。你怎么知道他不谈恋爱呢？开心一点去做一些这个年龄做的事。当然他现在学佛啊，这个修道啊，这个我觉得蛮好，就是至少可能未来会少走很多弯路。那也不一定吧。这个也真不一定。对，但是呢，你这个这样的去急迫的发心解脱是可嘉的，可就说是可以的，但是虽说是修行，但是呢，你心性里边你带了太，就说你现在你的头脑里带太多的分别来去解脱这件事。首先，一个人走向解脱的精进者，他首先是没有生死轮回的相的，
这金刚一开始我下人下众生下寿者下就要破的，就是说你有生灭相，你就是安住不在当下的任一个片刻，你必须去冲出去，又好像冲向的，就像你在奔跑，你一定要跑到终点，你一直在那个就是那个快速的奔跑的路上，你的心啊又扑出去了，你无法安住在当下，你安住不在当下，你心里带着生灭相要解，要涅槃，要进入一个正入无生法的，正入一个彼岸，知道吧？你从此岸奔跑到彼岸，你知道此岸彼岸是你带着着相的心来去修道吗？你用这种心修道，你奔跑是永无止境的，你永远跑不到终点。可能是现在之前不会这样。可能是一个不管任何时候一个阶段的现实，不管任何时候没有过去，不要说过去，当你此时此刻坐在这儿的时候，只有现在这一刻你是什么样子，这一刻重新调整，安住在这儿，跟你坐在坐垫上8个小时没啥区别，知道吗？不要去带着那些生灭轮回的相，然后去解脱轮回。如果你脑子里有一个生灭轮回的相，有一个众生相，你知道你解脱不了，不管你用多大的力气奔跑。我觉得你这两天多看一下《金刚经》，反复的看，反复的看《金刚经》着相的这一块。是有一段时间没看了。你有轮回的相，你要迅速的解脱，迅速的解脱不是你头脑再加一个，我通过8个小时，我通过掉大彻大悟我就解脱轮回，是那个轮回的相怎么进来的，怎么放下，那就叫涅槃。每一个当下都可以放下的，为什么一定是发生在未来呢？如果你头脑里边有未来的时空，有过去的时空，你怎么解脱啊？难道你成佛永远在未来吗？你的头脑里边把未来的那个时空拿走，然后你坐在这儿，在当下成佛，这都是芥蒂。这些芥蒂如果到位不了，你坐8个小时、12个小时也没用。我告诉你，道理都明白、就是。你最多你就是七祖脉清，做个阿罗汉了。七祖脉清，你就是寂灭定喽。你那叫大彻大悟啊，不能那样子修。先看《金刚经》，打坐可以啊，继续啊，打几个小时都行啊，只要你有能耐说，我打8个小时可以啊。但是《金刚经》先看。对，就是。都明白，就是老是。有所得的心往前奔，有彼岸的心往前冲，有一个轮回的相，彼岸的相，佛果的相，悬在头脑里，你往哪跑？允许自己犯错误，允许自己是最弱的，允许自己是最差的一个，允许自己在那儿发呆，允许自己昏沉，允许自己不精进，明白吗？你绷得太紧了，你不允许自己另一面，你只允许自己有手心，不允许有手背，知道吗？对，这个我也发现了。这都是在学校里边好学生这样子的，不允许自己不优秀，你知道吧？学佛我也要考个第一名。允许自己弱没关系的，弱也是佛，明白吧？有些佛很弱的，你知道常剃菩萨经常哭鼻子的吗？你说我？哦，没说你，你不经常哭，你偶然哭吗？你知道有一个菩萨叫常剃菩萨吗？真有这么一个菩萨？哦，真有菩萨太多了，你从他的名字就知道他是常哭的，所以。常哭的是什么弱，啥也做不了弱，所以常哭。也有人会把他说，哎呀，既然是菩萨了，肯定不是弱了，那可是可怜众生哭的吗？那都有可能哦。刚开始是弱，想可怜，想帮众生帮不上，所以哭。后来成道了，哭就成了个习惯了。允许自己的一切状态，空性是包含一切状态的。空性里边没有，只有不是说只有坚强跟优秀，没有另一面，空性是包含一切的。你知道你是空性吗？那么为什么不允许自己弱呢？你知道轮回也是空性吗？那急什么了？轮回也是空性，贪嗔痴慢疑也是空性，七情六欲也是空性，烦恼也是空性，欲望也是空性，但是他们跟空性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但现在OK， 为什么你的见地不到位？不是话这么说的，是因为他们成了你的，跟空性扯了关系，你认为那是我的欲望。如果你是空性，那个欲望跟你是没关系的，那不是你的。你认为这个形壳是你，所以好，你表现出来任何症状，弱也罢，欲望也罢，习气也罢，全是
那是我的，好，这个我的就麻烦了，你已经不是空性了。空性怎么有我的呢？但空性呈现一切状态，一切状态跟他又没关系。在相离相，这是《金刚经》的很重要的界定。在相而离相，知道吧？那么你就不用着急了，安住在那就行。你可以有一切状态，一切状态，但是跟你连个边儿也沾不到。如如不动的安住，慢慢的去了解空性是什么。慢慢的，那么你在任何地方都是在静坐。你急什么？你跑到哪里去？宇宙的一切处都是空性，你往哪里跑？去哪成佛？就在这个凳子上，就在当下。每个人都会。不要认为我头还有点问题，所以我成道还远着呢。没问题，那个问题跟你一点扯不上关系，你本来就是。话是这么说，但是在这儿就可以证，知道吧？不要拿这个借口来永远说成道是未来的，千万把这个芥蒂抛出去。就是说，很多人说，哎呀，老师话是这么说，话是这么说，但要证需要很多年，先把这个芥蒂拿掉，知道吧？相信自己是佛，你知道相信自己是佛有多难吗？如果你真的相信自己是空性是佛，你就不是话是这么说，是你不信。你信吗？你信你是佛吗？你急什么？你不敢信这个观点，因为你为什么？你知道你为什么不敢信吗？你的心里边觉得你是有缺失的，有遗憾的，不圆满的，你有缺失感，你觉得有渴求，因为佛没有这些东西。可是要相信一件事，它是需要有能力去相信的。你没有吗？停下你的头脑，你没有吗？你为什么给自己下定义，说是你没有，或者有？这个没有怎么下来的？为什么不能说有，说个没有？ 你不相信你是圆满的。那在座的谁相信自己现在是佛呢？谁有信心说，真正的说我就是佛呢？我有信心啊。那除了你？除了我，为什么是不是我呢？为什么你跟我不一样呢？你跟我哪儿不一样？只是他们不坐在这儿说话而已。你为什么不是看着这边的，一定要看着那边呢？谁不一定说出来呀、啊？他说出来有点心虚，没力量，没我力量这样大，底气有点不足。我只不过底气不到足点而已。但是，行哥是不是？当然说这个修正是需要不断的认知，这个过程是需要时间的，不是说马上。但是。你的头脑刹那刹那要把那些芥蒂扔出去，成道是要需要很长很漫解的时间，成道是很漫长的。我当下不是，我需要时间，我需要在坐垫上再坐8个小时。这些你知道这些芥蒂哪来的吗？你知道这些就是障碍你成道当下的念头吗？为什么是这一面不是那一面，不是不是每一个就是定位是在这边而定位在这边呢？因为你一直认为自己不完美。问题出现在你一直认为自己跟佛不一样，一直认为自己是有缺失感的，自己不完美，自己有缺陷，你知道吗？你不满意自己，你讨厌自己的贪嗔痴慢疑，讨厌自己的欲望习气，讨厌自己的所有的那种当自己的本能的东西出来，你都讨厌，甚至吃饭你都快讨厌了。为什么要吃那么多呢？为什么想吃肉呢？为什么我要交男朋友呢？你所有的东西都讨厌，知道吗？讨厌什么？那都是空性的，都包含在空性里。讨厌什么？那些很可爱，有什么讨厌的？贪嗔痴慢疑怎么了？障碍你成道了。如果如如不动，贪嗔痴慢疑怎么了？这叫贪，这叫嗔，这叫慢，玩呗。过两天再说吧。这样说吧，大家也吓坏了。所有人说不要他吃了吗？OK， 我就说他没问题，他的吃麦也是空性的一部分，他没问题的。但是你不要也行，要也行，我觉得无所谓。我觉得有他的吃麦仪呢，多姿多彩一点；没有呢，一个表情。但是有时候他的吃麦仪真的是挺脏到的啊、哦，让自己挺烦的哦。但那得认，那就是你烦的那个就是你，你要认了那个烦的就是你，你就是烦。
如果你认了你就是如来不是凡的那个，那就不适合，看你认哪个了，是吧？他们不过就是习惯了认那个如来，不认那个凡的自己，习惯，这就是习惯，需要几百次的习惯。你上一次的认为那个烦的就是你，你就烦，你知道？你上一次的认为那个我的那就是我，你上一次的认为那个空性是我，是佛就是我，那个烦的不是我。你来他几一次试试，几一次不认那个东西，你试试，他怎么能影响你？都是个习惯思维，你就是个电脑系统，习惯的那些指令，习惯进入。当我说，马上就给自己下定，我是弱的，弱的，我是有贪嗔痴慢。为什么你不下个定义？我不是弱的，我不是贪嗔痴慢疑的，我是什么的？我是圆满的，我是具足的，我是什么的？为什么不下另一面呢？为什么马上就下另一面呢？为什么？是因为你有缺失感，你觉得这个我是不圆满的，你讨厌自己这上边的每一件东西，你知道吗？你憎恨自己，厌倦厌恶自己，觉得自己不可爱，为什么自己就不是佛呢？佛是什么样子的？讨厌自己就是讨厌佛，你知道吗？佛包含一切相啊，大家这一切都在佛，都包含在里边。你讨厌什么东西？你讨厌一粒微尘都是讨厌佛，无形无相包含一切啊，一粒微尘圆满的空性啊，这每天咱们背的哦。讨厌什么？这个法门适合你。真想睡得安心了，啥也不讨厌了，睡觉吃，明白了。